好，今天呢，我找到两张很特别的牌。首先，然后随便找出一张来。旁边，我们来放在这边，只要一变，就变成了一个梅花尖，尖先放在这里边，接下来再任意其他一个，只要我随便一抽，大家看看，又是一个黑头钩，但是呢，要的不是这张，要的是这张呢是梅花五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就是街舞，街舞精神，battle 到底，对手再强也要拼尽全力，对街舞唯我的执着，这就是街舞的队长王一博，上优酷看街舞三，我在这里等你来。吸气，脚尖踩地，脚后跟抬起。时代在召唤。预备，起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好，然后到这完了之后，就到最后上面一遍走一遍，好吧？好。中间的这儿，中间的这个是。发力，那就会起很多了，好吧？